今天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新香料，那是花椒，它的香气是非常的特别。如果说有人要把那个旁边用出来，就是热锅，然后花椒下去跟油炒一炒，然后再把花椒粒拿起来，那个油就超香的。那当然了，花椒常常会在有一些你要调配的时候，那个这个食材比较腥味比较重，它可能就加一些花椒，或是说加一些辣椒酱在里头。那不是只有辣椒酱哦，那个加上一点花椒的香气，那辣椒酱就超加分的，超好吃的。所以呢，就是因为安尼做料，是我有一次去去台中的时阵，因嘛是有一个迄个鱼啊吼啊水煮鱼啊啥，哦顶面那些花椒呢，昂昂昂胖胖胖，可是超香的哎。那个花椒的辣麻，其实它是就是很微妙的感觉，让你不会辣到吃不下东西。它就是有那个花椒麻麻的香气，非常赞。听讲吼，人讲食香是目睭安怎？无呢，伊讲有含丰富的铁，然后还有磷，还有一些矿物质。哎，对目睭对喙齿阁袂歹呢。嘿，好，但是呢，就是选的时候要选到带有一点紫色的那种。外皮有点紫红色，有光泽，那个算是比较好的品质花椒啊。所以呢，你那边用的时候稍微贵油啊，给差点中小火，不要太大的火啊，差点就焚香了。好，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花椒呢？因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，他很厉害了，他应该呢也是对这个比较那个辣啦，或是花椒之类的香气，应该有独特的看法，因为他在大陆也很长一段时间了。那我也很久没看到他，我跟他聊起来，我发现，吼，我十六年无见面呢，吼，好像一见面感觉拢个滴个，无什么变。啊，我在伊玩个足够唱歌，我们来欢迎非常厉害的赵传。没错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非常高兴。哇，两块你也见过了，我要不？猪彩啊！你是两边走来走去？我两边跑，两边跑。我大部分时间还住台北了。哦，那你大部分其实还算蛮宅的吗？宅在家？偶尔宅一下。偶尔才宅一下。我想说，大部分很多艺人没就是工作之外都蛮爱淡出哎。阿弟，偶尔宅一下，偶尔时间是到哪里去啊？偶尔时间就出去运动啊。哎呀，对，还多用几个啦。哎，我咧讲过，我看到你，我感觉你的这身材，你形啊拢无啥变。我尽量就是运动来保持。对，非常好，而且运动啊，对你唱歌还是有很大的帮助，肺活量各方面都有。阿金娜来家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料理？你对吃辣 OK 吗？对不对？吃辣我其实还好，但是对这个花椒我是情有独钟。嗯，麻辣里面就是花椒，我最爱。就是很特别的那个香气，非常就是，而且会让你的食欲会很有很帮助的，很帮助的。对，它不会辣，麻到都没办法吃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觉得很能够适应这个味道了，而且我觉得今天来上这个节目收获蛮大，我才知道说哦，里面还有这个铁质，还有磷，对，矿物质，过把酒啊，过脆皮都好，哎，这个很有，这个还不错哈。对对对，好，那今天做的料理也是有它入菜喽。对啊对啊。好，叫做什么名？摇滚麻辣鸡。哦，摇滚呢？摇滚麻辣炒鸡丁。摇滚椒麻炒鸡丁的食材有：去骨鸡腿肉一只，红甜椒二分之一颗，花椒适量。蒜头两粒，青葱一只。我先放油，然后这个待会就交给你了。好。其实看你这样子啊，从台湾，然后到后来就是到内地去啊，因为市场实在真的很大，然后在那边，你的歌绝对是引起共鸣，因为你的歌就是很豪迈的，飙高音的。对。小小鸟也是。小小鸟。哇塞，好。待会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好，好，阿姐嘛，这也是好的。好，我们花椒是不是要下去？那花椒炒一炒之后，花椒好像也不能太大的火哈。好，那花椒还在炕旁，那我可以听小小小小鸟吗？好，当然可以。哇，他在现场。
要，想要飞，却怎么样也飞不高。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今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香花椒的味道，闻到了哈，就有一点那个没有办法专心唱歌，真的香气扑鼻。有时候我吃到，就说只要有放花椒的这个那道菜的话，有时候我菜都不吃，我就吃花椒，真的。那我花椒要拿起来吗？啊，我要拿起来吗？还是不拿？哎，不用，鸡肉你吃，花椒我吃。好，那就好，放着，那我们可以放那个大蒜这些就可以了。哇塞。其实啊，在玩音乐当中，有时候感觉你在年轻嘛，或者什么，就会比较火爆一点。会啊，对。那你听说你也不俩公规？就是做演唱会的时候，唱到最后就把吉他给砸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就北宋。为着什么代志？为着一挂妹妹嘎嘎的代志，做演唱会里面就是在一些事情嘛。是在演出吗？还是？对，演出，对。那工作人员不是？因为我也不好对工作人员发脾气嘛，所以我只好找吉他来出气。在台上啊，哇，你好酷哦！但是我觉得还好的一件事就是我把它当成表演的一部分。是哦，哇，对，就是让大家看到一些真实的那种啊，哇，那种舞台上面的那种情绪的感觉。哇，对，哇。外国有一些也是这样哎，吉他手为什么哎？对啊，我觉得算还好的，我没有烧吉他已经不错。哇塞，这算表演了呢。哦，我像这样跟你讲话，你真的很像查理斯布朗逊哎。啊，有没有人这样说过？以前有人讲。有哎，真的，你看他有多酷啊，他那个型有多酷，很 man 哎。好的，也是我的偶像。是哈，真的有点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来放肉。好，来，那这个就交给你。好的，麻烦你了。好，谢谢。在那边表演，其实啊，我觉得就是像你们的粉丝。跟支持我们的人完全当不一样，你们的粉丝绝对是非常直接的，嗯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一定都跟这有关系啊，就是说听这个听歌的话，其实就是他的个性跟他的个性有关系，也许他就是喜欢我们这种风格的，就是反映出他的个性，嗯，对，所以他们有时候在看演唱会的时候，那种情绪的表达都是比较直接的。那有碰过什么样比较？直接特别的，而我们拍戏就很少碰到这样。但我就曾经在演唱会上面，因为我习惯就是喝水啊，然后就会在角落放水啊，有时候
喝完了，然后我有一次我就记得我有一刚好有一个地方的水喝完了，我就说其实我是跟工作人员讲，因为我也不想说好像偷偷的去跟工作人员讲，我就直接讲说，哎，帮我拿点水来这样子。好。就大概是观众以为说我跟他们要水喝，以为是做效果，他们就真的从四面八方把那个水瓶丢下来，丢到台上了。哇塞！有没有砸到？就砸到我脸上。哇塞！其实我并不是说要去制造一个什么效果，这样，我是真的想喝水，这样。其实有的时候在台上反而直接讲也 OK 的，也 OK 的，像这个，哎，自己给我的水，对。对，可是就因为所以以前就是说在他们看演唱会的时候就是。是准许带那种矿泉水，一瓶一瓶的矿泉水进来。就从那一次之后就不行了，就全部不准带矿泉水，就只能带那种，比如说，用塑胶袋装的那种水。对。哎，好。哇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是要放好这个，它的调味要放什么呢？要放酱油。酱油，好。哎，这个是葱啊。然后这个是斟酌胡椒，然后这个是鸡粉，然后这个是葱，放下去，那肉熟了，这些下去其实很快。好，对。你看，我觉得其实男人有时候在厨房啊。真的好奇怪哦，好像女人在厨房就觉得很理所当然，比如说男人在厨房这样也很性感。没错，其实好男人，我觉得男人下厨房有时候也蛮酷的。酷哎，真的。所以为什么现在有所谓的一些型男之类的，什么都加一个型男，那个感觉好像不一定都是女生才会在家里做，男生有时候这样也超好看。那我们这应该 OK 了，好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好，关火。好，关火。好。哇。来，那这个给你，这个给我。拍摄哈，我无讲算盖溜了啊。未歹啊，未歹，用花椒就赢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可以准备上菜咯，再来听他好听的歌。为青春战斗过了吧，我的摇滚 hold 住了吗？那名叫岁月的苦茶，不好喝，依然吞下它。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，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。额夜的梦，满身伤痕和泥沙。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，那心中的话，我就是一颗滚石啊，谁不屑也随他，什么样的路都不怕，永远做一颗滚石吧，不想为谁停下，翻山越岭后往回。25年啊，新作品。对对，谢谢。一颗钻石，慢慢磨才变钻石的。先从一颗滚石慢慢磨。咱慢慢磨，好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吃你最爱的花椒。好的，花椒入菜。花椒。嗯。有花椒就是不一样的味道，还可以了哈，可以啊，很好哎。哦，你会喜欢吃花椒是，整颗咬下去的味道是更不一样的。对啊，更香浓。因为我觉得那个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对，因为很多人其实不是太
不是很习惯这个味道，他们觉得比较麻，甚至觉得辣。但是这种辣，我觉得跟一般辣椒是不一样的。这个辣其实还好呢。对啊，对啊，是可以，我可以接受，因为我其实不是那么爱吃辣的人。有那种那个麻辣锅的麻辣，有时候有些东西太辣。每一家店不一样，有时候会辣到吃东西没什么味觉，那个太痛苦了。对，太痛苦。对，但是要有一点辣椒的香气，我倒蛮喜欢，或者是新鲜的辣椒，那个香气也很赞。嗯，好，那刚刚呢，这个新的作品，我也看到你这个风格就是像你的风格。它除了新歌，还有一些大家很喜欢。很熟悉的歌曲，你都摆在这里头。对对对，差不多这就是我这二十几年来所有的作品的精华了，都在里面。有些歌，比如大家熟悉的，像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啦，还有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，都重新制作了，重新再唱。哟，那这个专辑的话，在做嘛，要一段时间哦。对。其实就好像在做一道菜一样，我觉得对，要加一些东西，什么才会把这个刚好做的是好吃、好听、好听。啊，你大部分时间嘛是拢在台湾较济嘛，啊，你去遐的时阵，其实要讲起来，你是歌很红，到那边大家其实都很知道你了。那在台湾是因为歌还没有红嘛，那时候才要出来，所以那个选歌非常重要，就选了一个我很丑但我很温柔，大家印象太深刻了。就因为这样，你嘛想袂到你会遮红哦。真的想象不到，因为第一个，我从来都不觉得说我可以当歌手这样子。我喜欢唱歌了，我喜欢音乐，可是。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将来有一天啊立志要当歌手，这样也算是一个因缘际会。是没搞过安甘内地去呢？对，这个更想不到。嘿吼！对啊，这更想不到。哇，那市场多大啊！对啊，你们公司安排你去是参加商演吗？还是一个什么表演？就是商演啊。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去是1990年嘛，1990年，24年前。然后他就是刚好那年，那边要办一个亚运，然后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，连续三天在那个体育场，算算一共我们做了有4场吧，一共有20几万人。这是你哇，你这是第一次哟，唱到我自己都起鸡皮疙瘩了，因为想象一下，就是说那个。一场，然后几万人，然后跟着你一起合唱，哇！当时我真的是鸡皮疙瘩起来，感动哎，哇！然后呢，继续就大部分时间都留在遐啊。没有，我就是都是来来去去了，对。哦，阿弟离开嘛，很长一段时间呐，到后来碰到另外一半。对，对，也是一个就是经常去那边就是走动的话，总是会有一些。场合会碰到一些人嘛，那就这样碰到了。那是在一个什么？他是工作人员还是？是朋友邀请我去上海，然后因为在那个之前我很长一段时间没去了，然后就在一个聚会的场合碰到了，这样都。对啊，结缘啦，结缘啦，啊，你这结嘛就久的吼，系啊，哦，十几年嘛，系啊，囡仔拢遮大汉啦，那大部分时间伊嘛是伫遮，还是伫内地？有一段时间他大部分都在台北了，哦，那最近都是在上海比较多，哦，啊，你回去嘛是两边走，怎么样照顾自己啊？这很重要，你说你有一些养生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喽？哦，譬如说，我常运动。我也喜欢运动了啊，然后像如果有机会走路，我就走路哦，尽量给自己动的机会，这样，然后流汗啊，这样。本身当然我体质就是比较容易流汗。其实我觉得，不管是哪一个行业的，有时间真的就是说，给自己一些时间运动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。我觉得时间就是说生活上面的这种自己时间的安排啊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好，对，然后又喜欢有新的作品，然后呢，这都是非常好听的歌，所以
造船呢，我们应该说是一颗滚石，摇滚不息，然后坚持自己音乐的你，然后没想到下厨还是一样那么苦，非常的优，非常的谢谢你今天的光临，谢谢，好，祝你专辑大卖，谢谢您，谢谢。